刚太急闯祸，把我放在桌上的饮料打翻哦，我真的是哦。一周年隔夜蛮对啊，真的是很讨厌，差点滴到地毯上，好像我赶快阻止，讨厌。有这个，谢谢。还没化完妆。汉吉以为还在庆祝周年，他想太多了。他那天吃了很多肉泥，也没有很多啊，两根，整整两条肉泥。这是两面啊，两条肉泥。然后还有零食。爱心。谢谢龙魂香耶。再来还有蛋糕，汉吉一周年，恭喜健康宝宝！放个音乐，蛋糕用什么做？用鲔鱼罐头，然后加起司，宠物起司，再加。蛋，其实没什么东西，只是把它弄搅拌，打发蛋，然后一起搅，然后铺一层之后，中间铺一层那个肉泥之后，中间再放一些饲料，打碎的饲料跟饼。他的那个零食，然后再铺肉泥上去，然后拿去烤。还特地去买那个模具啊，还有反正就是做蛋糕的那东西。我很开心啊，他居然吃得完，开心。嗨，谢谢。嗨，阿兰。碳基中年感觉碳基好像一个事件。也是啊。
这里知道三瓶有三个小朋友，两个糖和一个蛋。你以为啊，麦块啊，好久没玩了。你都还没吃过，你怎么会吃过？没有人吃过，只有那只猫吃过。其实推倒饮料也可以算一个世界，不要了，这没有什么好庆祝的，过了就过了。嗨，在抽大件，又推倒熊。对啊，刚刚把我饮料推倒，超烦的。谢谢樱桃妈，你弟刚上大学，直接跟他谈关系，都在聊天室跟他。你们真酷，麦块聊天室什么意思？你们是同一个伺服器的意思吗？推自己的玩具吗？Fit Rock， 加好了不需要数字就可以连团哦，真的哦，我真的好久没玩了。推下床，那他是大力士。嗨 ，Cody 玩，嗨 Ray Ray。你如果是探姐，不要推自己玩具，奇怪，拿玩具干嘛？谢谢 Cody。那我前几天买了一个逗猫棒给他，他玩得很开心。一个新的逗猫棒，那我真的玩得超开心的。玩这个太花时间，对啦，玩一下就时间就过去了。另外一个游戏好在玩吗？还是只有我在玩？就是只有我在玩那个什么？只有那 cross me 什么意思？你说 cross me， 我还有没有在玩？是不是？谢谢 Cody。推化妆品和玩和饮料才好玩，就是那么讨厌臭大件。你觉得他大概多久会腻？你说你弟吗？还是探吉对那个逗猫棒？逗猫棒不知道哎，但是他真的玩得很开心，而且因为他就是太爱玩了，他会一直去咬他，所以我还把他收进我房间。我本来，不然我其实是会放，就是一个区域，有一个小篮子是放他玩具的。刚打扮，对啊，探姐刚打扮的，探姐应该不会那么快腻啦，可能。一个月吧，没有人拿着给他玩也可以玩，就放在地板上，就是自己一直咬啊。
嗨，乌云，郭屁师，你就在那边说什么讨厌的？又不是斗犬，干嘛霸占人家玩具？不是啊，他就一直咬啊，咬到那个上面的羽毛都掉了。自己逗自己，对，跟自己玩。这次又是什么造型的逗猫棒？它没有什么造型，它就是羽毛，蛮普通的。猫棒的羽毛会掉吗？会啊。他才没讲，大概一天就被探吉玩烂被打了。半夜的探吉是妈咪，你说我吗？我想玩逗猫棒，没有这回事。又不是我的，干嘛霸占人家偶像什么？你就逗猫棒了。我有点手上在我手上的雨量，我就不想去洗手。好，嗨，他好久不见。昨天我没有祝探吉万里长城，没有，我祝他长命百岁。被 DJ 迷倒了耶！耶！我想去洗个手，等我一下。
在收东西，你干嘛摔东西？居然还记得要拍第二集，好像，对啊，过好久。还是希望可以。加油！怎么说呢？毕竟活动总是会遇到，还是希望可以好好相处。毕竟。你们之间的相处也是一个，也是一个，一个哎呀，也是一个原因嘛，就是参加与否的原因。阿姐拍第二季还特别贴宝石，那个是七七帮我带的，超赞的。我今天开一小半，我今天到六点半。拍出来的成品，其实我们拍的，就是反正就是不止一次啦。本来应该可以早点发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都不满意，所以就再拍，就再拍这样。晚上发那个枕睡觉，你说第二 J 吗？哪有我也九点差不多，八点半九点还好吧，又不是很晚，又不是十一二点对吧？看完就可以洗洗睡啦。刚刚好的时间，是说是先拍 MV 还是先拍 cover 啊？
就第二阶段没自己念。我想过哎，其实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弄，因为感觉会很跳，很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感觉很怪。没事没事，大家。我前面口型都对好，只有第二阶段就没有啊，我都有对啊。嗯，是时候把这个就是不可能的心意。你想多了，那种东西是不可能的。我帮探景买好了，神手福猫猫，感觉很可爱，很完美的，谢谢你的猫。不要卖书皮啊！紧去看我，紧去看我的第二姐，卖个书皮啊！探景你 OK？ 笑死！居然看得懂，真不愧是简春大师。真的怀疑人生到极致，怀疑啥？我不念，我哪有不念？不要生气。要叫晚餐吗？没有，今天没有。看得懂是因为我心中，不是这回事吧？早知道不讲了，可恶！我什么都看不懂。我们最近是不是练习比较少？很多人都出国了。嗯，也不是这样说啦，但的确是，也没有很多人出国吧？也没有很多人出国啊。
建国屋。DRJ拍出来其实还蛮开心的，然后也很谢谢他们愿意陪我拍，真的谢谢愿意为了我练这首歌。探吉照的探吉，我昨天已经很克制没有发他的丑照，我也想说就是我在选照片一直想说这会不会太毁损他的形象，毕竟就是相遇日嘛，好想说那就过一阵子再发，不要在这种纪念日发他丑照。谢谢蕊蕊，没错，昨天是相遇一周年，阵亡 DRJ。我知道啦，凯，我有看。阿晴是被逼的，对，阿晴是被逼的。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，他超崩溃的。探吉也有偶像包袱，我在帮他把关，但是我还是会发的，可能过几个月再发他头照，我收集多一点。雏菊该不会已经变跳舞鞋了吧？雏菊很好跳舞啊，虽然他很硬又很重，但他就是怎么跳他，就是他看起来需要被多穿一点，他的皮掉不太下来。嗨，中意晚安。妈妈的包袱，探吉本身，探吉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看起来长长，对啊，他看起来就长长脸。就把人家拿来跳跑位，哎、欸，但是蛋壳，比如说今天不是要练，反正我还是会看今天要练什么这样，而且蛋壳有点被我穿的有点旁边有点磨，我说走路姿势坏怪怪的，不然之前我还没穿呢，安静过来。来，什么脏脏的鞋子。拖鞋，对啊，我为难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过感觉如果我去租个更厉害的表演，不会更只是鸡，真你就对你鸡蛋里挑骨头。汉吉，你不要咬过来，过来。跳跳 Riff， 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这样 ，Riff？ 你不要玩呐、啊！干嘛啦？
到哪？你说哪一个啊？不知道。不同的东西嘛，跟我讲。麻油那个，麻油那个，我都跟麻油拍的、啊，我没有跟其他人拍。嗨玉，吉今天还在兴奋是吗？他是不是还在吃蛋糕？我也、欸、我不知道，他可能想吃肉泥吧。笑死瑞瑞。那个蛋糕是怎么做？那个蛋糕怎么做的？大家都很好奇啊。就是我拿鲔鱼罐头，然后加宠物吃的起司，把起司捏碎，然后拌在一起，然后打发蛋白，打发到有点固态。啊，我家没有打蛋器，所以我用手打，我这样狂打，我手超酸的，一直转转转转转，天哪！然后再把它拌在一起，然后很欢乐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把它拌完之后呢，反正就是罐头加起司加蛋白拌在一起之后呢，就铺在模具里面嘛。铺好一层之后呢，再把那个零食饼干小零食，然后跟一些饲料打碎，然后铺上去中间一层。然后铺完那个饲料之后，再把剩的罐头铺上去，然后拿去烤，烤一下下就好，一下非常一下，对，15分钟吧，然后还100多度，就让它变有点固态的，然后上面用一些小鱼干，它的小鱼干跟零食，结束就这样。怎么很厉害？真的吗？难得热量控制达人会给探姐吃那么多，对呀、啊，那他吃的还蛮开心。而且我那天，而且我给他吃了两条肉泥，反正想说他平常那么辛苦，给他吃多一点，然后他还玩那逗猫棒，玩得很开心。哎，什么？我有看到吧？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什么，我很抱歉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，好好好好沟通。好用心吗？可以写个食谱吗？确定吗？有辛苦吗？不会啊，其实做这个蛋糕不辛苦啊，唯一辛苦的就是那个打发蛋白而已。哦，你是说被探吉辛苦是不是？探吉，我是说他吃的就是好像都要被我控制一样，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只有一开始很控制，但其实之后就还好啦，就是我都会给他吃零食什么的，因为一开始想说他是小猫咪，所以就是小猫咪他们都说。尽量就是多餐这样，对，所以我就会分很多次，小猫咪吃多，对啊，就是少，就是不是少量，就是多餐，他们网络上都说要多餐，这是小猫咪吗？不是吧？一般还只有3张，分3边感觉好空虚，分2边差不多。
那现在怎么办？但是反正就是一开始是那样，但其实到后面我就越来越讲随便吗？随便好像有点不好听，就是有点觉得好像可以吃多一点。谢侯颖，嗨路爷，而且他也都就是一直都瘦瘦的，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关系。而且我前阵子拿肉泥训练他，就是这样叫他太太，然后这样拍拍拍，然后要他过来。他过来之后就拿肉泥给他吃，吃完几口之后再把肉泥藏起来，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叫他太太，然后他过来了再给他吃，这样子我觉得蛮有用的。好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探吉长成为肥肚肚，快要变成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要他减肥。干嘛欺负人家？我哪有欺负人家啊？妈，春姐看到三张缺一张，赞哎！那蛮好的吧？怎么这样说的话，缺一张而已，那么加起来。丑啊，看。有官方绰号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官方绰号。那我最近有点喜欢叫他探探，可能过一阵子就会变成阿探、小探，可能又会变成探吉、探吉宝贝，我也不知道，随便叫。今天搞了对阿健好多话。只有阿姐跟马神姐团伙，剩下还有500多万买票，哇！动起来！你可以再玩一下吗？你，请说。我感觉无视。探九日文名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宝贝探宝贝，其他探阿姐还有其他人吗？就随便啊，各种排列组合。探九日文，天囧。是蛮适合的。林秋藤井小姐昨天差点忘了约会，对啊，她昨天差点忘记。那现在感觉很常在用这个广告，笑死。刚刚本来搞不懂到底叫哪里，他才有反应，我也不知道。看掉机，我要不要酷强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
雨生姐去六单半身，我那边有吗？我想是没有，我这边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公司有吗？重点我叫他什么都不会管，会啦，会好不好？你期待另一个阿福库打架的那天没有？我们一定会尖叫，有没有尖叫啊？我们就一直夹杂，就是用吼的会尖叫，哈哈，超好笑！一起玩阿福库到最后都会没朋友，我们有朋友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朋友，我们大家玩个六关吗？六七关，然后大家就觉得很累了，哈哈，大家觉得很累，然后就休息了，开始聊天。进卧室了，太急，不是太急，七七就一直切菜就好。我们好像一开始蛮乱，但是都最后有分工。哎呦，拜托你不要天天要这里了，我你刚刚已经打了吧？哦天哪！今天决定彻底的，我真的哎，好烦哦。那你姐叫声是蒙氏密码，她说什么？今天没有蛋糕，对，今天没有，你也睡一把。电视好大，没有，还好，电视看 YouTube 对啊。赖诺，谢渊 Life。蹲在那边看闯祸，还蹲在那边看我，讨厌鬼。超叹气，点牛排。你说什么、啊？我妈好可爱是吗？哈，什么鬼啊 ？River Bill 哦，真的、啊，有一些人事部有些问题，是不是乱讲？没有了。不过还是要喘的，谢谢阿凯。重获完，看我的反应才是重点，是吗？哦，疫情关系，太你自己讲的，你又听得懂了。才又在进观看，竟然才15000，奇怪，应该10000，15000吗？现在？
去看一下。真的14976，触及98.07，第二堆不能再点了，会看不完哈。看点就是想看我对他发火，怎么可能？有点太好看，不小心就一直重播，那是很好。原来跟小贾那个是同一天，那不够是吧？是吧？看一下哦，我的洞察。触及，触及，录的时候拍了10次吗？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们是分段拍的。阿杰自己刷几次，从实招来，可能10次吧。触及最高是泳装，泳装像是触及短打，好 real 的触及短，大家数字都准时，笑死。那留泳装不是那个深也深啦，但其实差不多了。那个数字的话，这样来说其实差不多。不对耶，看一下啊、喔，好像不太用，好好笑。大家的手指都很诚实，深血真买起来。对啊，这次的深血也很好看、啊。让我看一下啊、喔，第二阶比较高哎、欸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是第二阶比较高，然后就是泳装了。幼稚园才触及，幼稚园你想太多。喜欢推送很短又很阳春的短片，这种好片反而推不出去。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是不能，不行，干嘛？拍什么肚肚？短影片吧，短影片现在比较多人在看啊。我才是触及率最高的人，对，没错，我现在就可以去触及，没错，答对了。还不错啊，还是很看重表演内容。暗吉是不是又想念那个高热量蛋糕食物？怎么可能？你现在躺这样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耍可爱？你好可爱哦。
洋葱的想法好好笑。香香，他以为你以为天天过年对吗？你以为天天过年啊，探亲啊，天天过年、啊。IG 推的都是可以立刻抓眼球的那种，就短短的那种。Dear J， 谢谢瑞瑞。觉得 IG 要走 FB 后全一堆广告，现在连点线动都难，是吗？广告吗？我觉得还是 FB 比较多。可能在卖萌，想要我过去触及。卖萌，我是不是该拍一下 Reels？ 我有跟麻油拍啊。而且泳装是学生到十八号的黑色脚脚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、啊，真是高刚。只要不是有跟粉丝约定，他也是懒得拍。因为如果要拍，也是拍比较新的吧。新的东西会，因为当下的那个话题，所以会观看会更好。想看我跳叮叮当当叮，那个是，那个是。我也不知道，妈要拍过了，他不会再找我拍了。之前跳 Lumen 是自己想跳哦，对啊，之前那个 Lumen 是我自己想练想学。第二阶段型，哎，静静，你好多了吧？应该没有不舒服了吧？你度过那么久了。这片礼物超真的超棒，以为会抱着说，结果好像都是成员在赞叹。我也很谢谢成员们，也谢谢你们呢，帮我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他已经活过来很久了，嗯，就好。今天有朋友找你拍唱的风是不是太夸张了？瑞，我也可以和探吉合跳看看，看他愿不愿意接受。过过那么久还在中暑就可怕了，怕他很不舒服。呱呱乐快点累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我想说上一次我有问他，不知道好了没？探吉就穿紫色水手服跳，不要为难他嘛。不要吧，板野前辈说的好像有钱人啊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就是现在的趋势就是跳很新的舞啊，好上头，上头啊！台湾大概前三名，那是很厉害。干嘛，宝贝？有探吉穿的水手服吗？应该找一下就有吧。那种猫咪狗狗的衣服，应该都蛮多人做的、啊。他饿了，他没有啦。谢谢 Ray Ray。
但极端吃太多有小肚肚，他怎么可能有小肚肚？平坦的阿姐没有水手，你想太多，不可能。念，快来！为什么还是一直觉得甜甜的、啊？我明明喷酒精了。烦啊，叹气呀。拜托你，自己散发出来的，怎么可能？感觉我的短袖衣服比较多。对啊，短袖衣服很多，长袖很多啦。只是我家，我觉得我家刚温度适宜，刚刚好。隔着荧幕也有闻到，你最好是，你也打翻饮料是不是？那是很麻烦。草莓口味绝对不是草莓，是冬瓜柠檬。温度是一对啊，适合居住。谢谢思源。你打翻林杰了，你要怎么打翻？适合打饭料的温度是什么温度？可能零下就不会打饭了吧，直接变固体。你干嘛？你是不是也觉得甜甜的？在那边闻闻闻，讨厌鬼！很油梗，瑞瑞油梗。你们晚餐要吃什么？时间变固体又好笑的，零下是适合打翻饮料的温度耶。他说我要冰的啦，就打翻了。啥？问就是麦当当，又是麦当当，俊，好像很久没吃麦当当了。也没有，我前阵子才吃，前几次直播才吃。你吃蛋饼都淋结酱，结酱是什么？哇，你又在破坏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袋子而已哦，还可以接受。气到吃不太下，想必你是瘦了三五斤什么？觉得我吃个烧腊便当可以哦。周六拆单才吃麦当当，周六拆单吃麦当当。很幸福的感觉，这几天吃烟比较多，拜托。上礼拜才吃，对啊，突然想起来。其实嗨，邱志宏，我有没有打算偶尔在家拍拍跳舞？有时短短乱拍反而有机会触及，是有想啊，
在家随便排排。不要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好好笑哦，多拍一点的意思，真好笑。有想过干嘛？心蛮甜的是吧？你懂吗？赞哦。嘿，还行还行，这几天瘦一点八斤还行，不是？是有点多了。在家拍就是要看等级，要看他要不要跟我一起拍。我可以一起拍的朋友也只有马友吧，没有吧？其实只有他会找我，大家可以找我哟。谢谢瑞瑞。有时拍太讲究太精致不一定吃香，有时候要的是一种随性吗？随性美，知道了。看几一几条，看他要挑什么。拍我练习到撞到同一处，频率超高，那是一个瞬间。你找我拍，但要先付750。拍照吗？要不要一起拍六单 dance cover？ 你找看要不要阿卡要不要陪你啊？拍探级飞片感觉触及率也会高，探级飞片吗？还干嘛？探级你干嘛一直叫？嗯，飞片吗？探级飞片，不知道哎。可是其实，猫咪跟人还是人比较多人。他想拍 reels 是吗？他在干嘛啊？很猥亵。看你跳 Lumo 一定爆，是不太可能。他也要跳六单是不是？美妆女人像加可爱猫，绝对是触及率绝对保证，应该是触及率绝对保证。不知道，希望是。谢谢听。不是啊，因为这一直闻到甜甜的味道，好烦哦。不然我可能就要整个酒精拿去洗。你老了，你说 Lucky 拿不起来了是不是？想说你打什么阿凯？已经设计点没有啊？地毯没有弄到啊？要照片帮探吉拍逐格动画，他就可以跳舞了。哇，真是个好想法。你又在干什么？你好暴力啊，今天。地毯没弄到，我拜托你，充电，闭
一条没弄到，只有换地板，地板。天天的味道会想到雨林，是这样吗？他说有没有第二杯要给他？拜托不要。竞赛动作可塑性看级应该是王者，我也觉得。迷音猫，他好失控，对啊，他今天为什么那么失控？甜甜的笑容，圆圆的大眼睛，好好的，再见。知道小屁孩后的心声了吧？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还是很可爱的，对吧，米九？看起眼睛真的超可爱，对啊，眼睛超大的。今天好冷，出门要多穿。哦，对啊，越来越冷嘞，大家出门要多穿一点。而且好像都会下雨，最近超烦的。可能这几天比较不会下，可能三四不会下，然后就会下雨。啊，我是不是不该讲？反正就是这样啦。然后明后天也会比较暖一点，25、26度，是吧？我换一个看，晚上还是一样冷啊，但早上就可能25、26这样，明后天吧。宝可梦有一招甜甜香气，炭击中了可能不是回避伤，是兴奋上升。太兴奋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太兴奋了啦！看，再讲一个反向的抵消掉，我已经讲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骑车还是穿短袖？同事都对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了，你还穿短袖啊？神经病啊！你这样会感冒呢，还是穿个外套吧，如克。应该开个冷气压压惊。我讲完就不会下雨了，不客气。晚上会冷，那你应该穿短袖睡觉，是吧？没有啊，就是晚上这边还是写20度什么的、啊，然后早上就是25、26，中午之类吧，中午下午，晚上还是很冷的。不过最近一直下雨，真的超烦哎、欸，超讨厌。那我在干嘛、啊？20度算很舒适，20度偏凉吧。礼拜天那个雨傻爆，真的超大，真的是有多大的雨，超夸张的雨。怎么一直在爆冲？他到底在干嘛？你这边都下那种毛毛雨，撑伞很怪，不撑又会湿全身，会湿全身的毛毛雨就是该撑伞吧？南部都没雨，你好喜欢南部都没雨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前天睡觉开冷气好舒适，哇，我好像现在都没有开冷气嘞。好哦，注意奶奶，回家小心。谢谢玉人，阿姐360度，怎么好突然？哦，因为20度嘛，好，谢谢心意。还好你是周六去拆单，不然周日雨太大了，周六有也赶。好，奇迹也赶不及。谢谢瑞瑞，冷气坏掉，我怎么冷气坏掉？太突然了吧！我可以问米九，所以完全不懂北部到底多大，可能你那边有多晴朗，我这边就多大雨吧。
这边冷气还有鸟叫声吗？这边没有了，而且鸟叫声已经很久吧，我已经换冷气，那就我在那边换冷气又换多久了，早就没有鸟叫声了。南部一直都很闪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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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可以请师傅改录探子的叫声放进去，我何必呢？我何必呢？爱一直闪亮。到底在说什么？下面喂，晚上要吃什么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自己休息了吧，不要再冲撞了吧。好吗？停止了。叫他瓜哥，你妈昨天煮秋葵炒饭 ，yummy， 秋葵炒饭没吃过，干嘛？昨天吃奶粉要给他弄，有啊，昨天陪他玩那么久，过来。一起念排名好不好？好吗？可以吧？我们又念又快，我们又念又快，把握时间。今天的第十名，今天的第十名是原来，谢谢原来。第九名是新一，谢谢新一。第八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七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。第六名是钟莹，谢谢钟莹。不要。一下就好。第五名是洛克，谢谢洛克，你顺手回来。第四名是玉人，谢谢玉人。第三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二名是一凡，第二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
第一名是 Cody， 我差点就成功了。抓不完了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Cody， 来到林姐，安吉，安吉，过来好不好？陪妈咪一下好不好？陪妈咪快点，陪妈咪一下下就好。哎呀，你看那个卫生纸，哎呀，弄成这样，来下就好，下就好，好了，你下就好，好。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Cody， 耶！谢谢 Cody， 好不好？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喂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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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等下补你一条肉泥。熊爸爸，谢谢今天第一名 Cody， 谢谢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。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，耶，辛苦了，没事的 ，Cody， 谢谢大家，上班辛苦啦，回家小心，记得吃饭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再去找七星魔城，来来啦，来来！哎，爱大家，爱每个人，好吗？来来，来来，来来了，丽娜、钟颖，来来，保罗、奈幻战士、奈奈玉人、奈奈秋日红、奈奈博城、奈奈大剑。奈奈玉玉，谢谢奈奈洛克、奈奈一凡、奈奈博纯、奈奈韦金帆、奈奈柯迪、奈奈阿翔、奈奈瑞瑞、奈奈米九、奈奈新一、奈奈桃毛、奈奈奈奈奈奈听、奈奈饿到吐。拜拜。